恩比德资料照，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投入篮球事业已超过60年，经验丰富的76人执行顾问 Sonny Hill 日前在接受费城询问报时表示，他们球队的中锋恩比德 Joel Embiid 有潜力成为年轻版的张伯伦 Wilt Chamberlain。谈到阵中的年轻中锋推特王恩比德，这位81岁的资深顾问说道，早在他伤愈之前，我就预见他将会打出这种表现。恩比德有潜力成为年轻的 Wilt Chamberlain， 而我从未给予任何人这种评价。张大帅张伯伦是 NBA 历史上最具载智力的球员之一，在他生涯1045场比赛中，平均可以缴出30.1分、22.9篮板以及4.4助攻的鬼神数据。而2014年以探花之姿入选76人的恩比德，因伤缺席了生涯前两季的比赛，而本赛季他出战了19场，场均贡献23.1分、11.3篮板、3.1助攻。